对于今年已经报名的，确实是稍稍有些不公平。那个履历表啊，突然被抽掉了，被抽掉了，面试的机会本来可以来选的。外籍生在针对真的选秀，现在是不能选外籍生了。他有退场机制了，对，就是你现在没有外籍生的球队是不能再选外籍生进来。然后你外籍生原有合约的最后可以达到2025-26赛季。那等于说2026-27赛季开始就不会有外籍生。不过现在以台篮这个一两年之内的事情，很难讲，很难讲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大家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当初 Plusly 会采用外籍生的制度。那当然，除了希望能够让在台湾打拼的学生球员可以有工作机会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初Plusly 跟 SBL 同时并存的时候， Plusly 这边还有一支新球队是工程师，兵源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这么足够，所以需要华裔外籍生来补充，然后让整个竞争的强度建构起来。那个时候是这样，但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 SBL 那边也有蛮多的好的球员逐渐的转战到了 P 联盟或 T1 这一边，本土球员的纯度我觉得就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他用的理由是说，这个联盟纳入外籍生对于培养台湾的这个战力可能没有太显著的帮助。其实我也是赞成这一点的，既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补充兵员的需要了，设立一个退场制度，那缓冲到2026球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之道，所以我其实个人是还蛮赞成的。对，但是也有人问到，就说，你今年转播怎么那么少在抽 T1 啊？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要合并了？难不成我会通灵？没有啦，我就是。通灵大师无误。而且是T1那边凑 P 才忽然被那个讨论的啦，对，就是正灵。对，不过这事情都过去了，好不好？二 B 铅笔，我知道你有用这个梗在传播当中，对不对？把它当作是二 B 铅笔。你说直接把它拔掉，对于外籍生有点残忍。就是大家也有在讨论说，那是不是可以让它并到一个，比如说第三类，让外籍生去跟亚洲外援、跟华裔球员去竞争，比如说每一队一个或两个的名额，稍微限缩一下他的空间，但是还保有他的工作机会，让他去跟其他不同的类别的做竞争。那好的，那就是继续留下来。像现在的外籍生，你觉得还有哪一些球员是值得留在联盟当中？我觉得今年的新人王跟年度防守第一队这个丹尼尔，他的进步程度，我觉得大家是有目共睹。对于今年已经报名的，确实是稍稍有些不公平。那个履历表啊，突然被抽掉了，被抽掉面试的机会本来可以来选。你们觉得像 P 这个联盟，算是恢复到双洋将的这个赛制，你们有觉得比较好看吗？亚外这个是 T1 先开始的，合并之后是不是要留亚外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以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比较想要看到本土球员纯度更高一点的竞争，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其实我蛮不喜欢就是登陆三洋将，然后四节八人次这个状况，变成说好像都是洋将在主宰战局，然后才导致我们被书豪骂嘛，跳那么难投。但是又回过头来说，就是亚外这个制度其实也有它的道理。那就像是日本的 B League 也是两个洋将加一个亚外啊，那他们最近几年在国际赛的成绩就不用多说了吧，甚至打赢欧洲的球队。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的竞争如此的强烈，也让他们的本土球员提升。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还是本土球员必须要把自己给准备好，给磨练好，对得起职业这个称号。那当然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比如说以媒体从业人员或者短期转播的角度来说的话，看到本土球员打球有好的表现，会让我更有感觉，也更有代入感。但是从长期来看，或许多一点的竞争倒也不是坏事。讨论适不适合一个城市有两个球队，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好的场馆，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一点就是职业赛很重要，我觉得是球迷观感的问题，你要让球迷有好的观赛体验。有些球队的主场确实是有些不适合，或是甚至过于老旧，让球迷其实进场的时候观感啊、观赛体验其实不太好。这让我又想到就是那个
桃园呐、啊，知道你要讲这没办法，这没办法嘛。来，我跟你讲说，这个我又有亲身体验，因为那个时候漏水的时候我就在啊，是真的漏水漏的真的是一塌糊涂，甚至其实不止漏水的问题，甚至是现场蚊子啊、苍蝇啊这些蚊虫的问题，网络上很多球迷也在反映，这观赛感受真的是不太好。那个时候我要带电麦，那个时候我跟磊哥在播那个冠军赛第一场，好火球之术，一边赶苍蝇，对，然后一边转播，然后我还记得那个艾夫伯那漏水的那个表情，我印象也很深刻。旁边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场馆吗？龟山吗？龟山。可能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汉堡馆又有点太大了。以台南现阶段的状况来说，要坐满15,000人，让场面看起来热闹，有点难度，有点难。你这个让我想到是我在转那个冠军战的时候，就有很多球迷说，可不可以去跟领航员反映说开全场，想要感受一下满场。可是那个有一个别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圆形场馆，对，所以如果你开全场，把场地放在正中间的话，等于你所有的观众席的观众都会离那个场地非常远。这观赛体验其实这已经实验过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反映说太远了，像看蚂蚁打球一样。所以这个话又说回来，就是桃园就是没有一个适合现阶段台湾职篮的比赛场地。